法。你好，全家。怎么支付？啊，微信。一共是28465，扫这里。方能使用微信支付。谢谢啊，你就放那儿吧，一会儿我来弄。没事，这不便宜，那也便宜。你好，这个是28厂王秀芝的药，这口服药我是放这儿还是带走？拿走就行。啊，好。阿姨您放心，病房问题啊都已经解决了，您就好好养病。不舒服了你别叫我俩。对对对对对，没事，方班长在站里的时候你特别照顾我俩。对。阿姨啊，我们领导都申请过了，这医院医药费什么您甭操心，您别有压力。哎，这儿说你，哎，小伙伴，快点。你说你天天自己闷着闷着，自己妈生病了不跟我们说，啥意思啊？我以为你要跑路呢，你那也被诈骗了，这不像话！你说你这像不像话？不像的，我这不太不像话了，你不好意思了，认错就是你说的。谢谢。